内部知情人士这边所提供的一份的账册，达到的这个获利已经是上亿元了，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个货出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？所以我们怀疑这是一场吸金呢、啊。当初靠着迷幻口罩打响知名度，蛙文创旗下另一款医疗口罩被投诉拖延出货，根本是诈骗。光是全台受理报案的获利金额至少达到上亿元，用这些资金去买机器，然后再跟卫福部来申请医疗制造，那刚好这真的是无本生意。如今再被爆料，这些医疗口罩不仅没有合格许可，甚至蛙文创早在去年添购了机器大量制造，之所以无法交货，是因为口罩品质有问题。这款无本生意，就连离职员工都看不下去，决定出面指控。八月大量购买了口罩机台，一直到九月开始，蛙蛙自己工厂做出来的非法口罩品质有问题，出不了货，一直拖延，只在生产，自己违法，没有制造证号及许可证号的口罩，装在特威的盒子里，带诈欺消费者。担心不合法口罩造成疫情破口，离职员工勇敢出面控诉，揭发真相。只是蛙文创面对诈骗甚至是吸金指控，趁着疫情期间大发灾难财，立委要求相关单位尽速查处，别让不孝业者把消费者当成冤大头。三立新闻潘中央、岳婉萱小组台北。